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。我们今天去吃一个火锅，爆满的，爆满。那咋办呢？咱们去吃串串啊。那也行。喝酒。啊，咋回事啊？最近酒瘾都犯了。哎，我都不喝了，你们还喝？你那酒量谁能喝过你？这段剪去。要是不差，咱们前两天刚吃完麻辣烫，我就想随便找麻辣烫钻进去了。你看这多好吧，十王砂锅。那也行。这没人，那走吧。踢人！门口还有炸鸡。哎呀，我先来个蒜香炸鸡得了。来蒜香炸鸡，杏鲍菇，来两个大鸡腿。那是鸡皮，脆的，很好吃。来点鸡皮。哎，有龙须面。啊！我要一份龙须面，加个肠，加个蛋。哎妈，那个地瓜老香了。我闻着也是。香香甜甜，这是啥呀？杏鲍菇吗？嗯，鸡皮好吃。鸡皮好吃，香油滋滋哈。嗯，这地瓜好吃，尝一口。不错。辣条的好了。啊，不要腐乳，多麻多辣，酸甜的。发现换一半啊。嗯，换一半去。啊？菜，我今儿喝酒。喝酒啥菜呀？麻辣烫、圆米线。来呀、啊！来呗，真想来，我这炸鸡。啊，龙须面，我的龙须面。上次的吗？这是什么？山重水复疑无路。上次我俩就是想吃龙须面，想吃，我都想吃疯了，都没吃着。但是想要的总会在偶然之间得到。用力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。你好哲理呀、啊，最近。哦，总看那个就是这些这个感悟，人生感悟大师啥的。完，大师最后说了一下，留下你的八字，我算算你今生会吃几家饭。你吃百家饭。你应该又瞎说，他是几家饭，你知道是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看你结几次婚。哦。你整个来给我吃百家饭，张嘴瞎说，我的妈！我以为是。不看看我的、啊。你那个，我叉条没排面呗。你肯定跟他说少加面，你最近又减肥，我知道。我没有，不可能。老吃的，太点了，真的老铁们，这个团队真太点了，每次都这样。你哪碗啊？不吃。那我不吃。那我也不吃，这还吃。让我爸来接我吧。这团队谁瘦了？我感觉心都老难受。这团队看不得别人好一点，他没给我加午餐肉，咋办啊？你说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应该找他？对，想接上你。哎，我这没加午餐肉啊。没加午餐肉，忘了。你差点呢。就那不玩意儿不生吃也能吃吗？那不凉吗？没事，切两片得了。和那水烫一点吧。行 ，OOKK。你这老铁们讲一下你的情况吧。我今天买了个面包，我一吃一口我就感觉酸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变质了必须得找他，我跟你说。对，我当时我心里就浮现出你的那个口号，有事咱必须得出击。消费者，我估计我就上店里了，我问他了，我说我哥这怎么酸了？嗯，他说那里头是酸奶乳酪。一句话说，品尝一下，确实是酸奶乳酪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怎么玩意？那你来，不远了。吃龙须面吃刀削面有区别吗？龙须面很软。我感觉只要是砂锅黏黏糊糊麻辣烫，没有一个不好吃。哎呀，功夫冒汁了！哎呦我去！你的呢？我的还没咬开呢。有时候感觉这个皮儿比肉好吃。这张嫂子来尝个米线，有老式炸鸡的感觉。你给我尝一口呗，再不尝，一会儿。就是龙须面才是最好吃，就是砂锅，砂锅之王，龙须面。你这真黏糊啊！我先主动你一拌面呢。昨天半夜刚睡觉，哭哭出票啊！我吓我一跳，我先手机要是诈骗短信给轰炸了呢。完我一看啊，熟悉的行程。这每次出去得亏你提前给我研究，要不真行让谁盯上了呢。等会儿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不问我江苏还江西，我不喜欢江西，那怎么上南昌呢？江西的省会是南昌，有没有可能呢？嗯，有这个可能吧。对，是吧？我咱们不从上海到南昌吗？然后南昌周围有几个点可以玩，一个是婺源，一个是庐山，一个是武功山，一个是谁得爬山？这龙虎山，咱们不是一票否决了吗？爬山项目，
要我说就必须 pass 如筛，因为咋的，你去了你也不知道真面目，就直接 pass。本来这周什么就是路途奔波，咱得稍事休息一下。庐山老漂亮，庐山李白笔下的庐山，你不打算看看？疑是银河落九天，是吗？不识庐山真面目。下一句啥？那不是一首诗。今天早上睁眼一醒，老弟不在家，咋的了？老弟你干啥去了？姐，我卸货了，今天第二天上班。我第一天咋没去的？第一天没取来呀，拉倒了，今天办入职。哎，不知道为啥让他们自己买个保险，完给他看一眼，这正常吗？这不正常，我觉得也不正常。对啊，而且他这肯定很危险啊。对呀，我觉得也是，不能正常不让买保险。我之前上班没有一个地方让买保险。他在哪儿上班啊？他跟你说黑水路卸货，那肯定是就怕刮了碰了的。嗯呐。不行，让他回来吧。我说也是。完，他非说卸货挣得多，他说一天280还能日结啥的。不行，我陪他去两天吧，我看怎么事儿。瞎的。俩人一天560的。长春理工离这很远吗？就在那儿，就是这儿拐下去就是。就在长春大学后边。不是，这他俩一条街上。那长春理工还行，东北电力还上吉林，天做梦都梦见。送去吉林了，那完了，去不上了。为啥？梦的相反的。对，那太好了。那留在这儿，我恨不得让他搁我家台北明珠小学再念十年。他们说南昌菜也很辣，是不是？对，江西菜都辣。咱们一共去几天？5-6天。我还没定呢。既然去庐山的话呢，我要好好的规划一下火车票，因为我想，如果咱们行程快的话，咱们还可以直接从庐山到武汉。武汉还离哪近？晚上去湖北，湖北武汉啊，毕业多年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滕王阁去背没背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上南昌上滕王阁背全文，咱们可有一次免费门票的机会吗？我好意思搜，我就捡50块钱，那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自我挑战。我以为我背下来，我自信满满，我跟他说我会，你自己溜溜吧。我一看我会是岳阳楼梯，我说那滕王阁去你得给我标个拼音，咱得领读啊，不行上你家早读得了。背诵全文。对呀、啊，6分钟内背诵全文。你比高考还严格呀，高考出经典十句考我，你出全文。这是必备篇目。不是，没有啊。岳阳楼梯是必备篇目。啥？岳阳楼梯是必备篇目，滕王阁去不是。是。忘了，但我真的一句都不知道。落霞孤鹜西飞，你没听过？我就会这一句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你说谁？语文老师啊？这一点他不能回你。你看，不是新高考必备，旧高考不是必备，旧高考是必忘。我俩达标了。我看看我读着熟不熟悉，必备至少都能读下来。豫章顾俊。横读心腹，星分轴翼，地接横读。星分翼轴。你看，连拼音我都不会，就根本就背了。我说的是领读员，就有一些东西我都能，就是顺都能顺下来。假如说我有印象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有记忆啊。你这根本就没，那肯定老师领着拼音领读过呀。你就比如说什么那个琵琶行，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。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了，什么见惯英语花底滑了，什么优越全流冰下难了，这我都会。好多人，好多诗人都在江西。写过诗、啊、你要这么说我也能来一句，还有很多诗人在月亮下也做过诗。比如说那首著名的低头望明月，不是抬头望明月，低头似故乡，低头望明月，不是抬头。就那意思吧。哎妈，这是真足啊。你也会评价了。我真的很足，给我脑瓜子冲懵了。太足了，还得是玻璃瓶。那江西什么口音能不能听懂他说话？咱们到哪都听不懂，别琢磨了，搁那一顿琢磨粤语，你回来还是一句不会。你现在还能想起那一句粤语吧？能、我就能想起那一句哎呀早。完了，说的完是东北人也听不明白，广东人也听不明白，这就是说第三种语言了，也是。你吃完，拜拜。哇，好油啊！谁呀？镜头。我相机吗？对。你要说你吗？我敢吗，公主？怎么回事？就是刚有麻辣烫的油膜。